一个人睡觉不敢睡，就是害怕，还有就是一盖床就是几个人睡得起自己家的动静好，就这样。有时候睡到半夜的他就溜出去，我还得去找他，半夜我都去找他，每时每刻都看着他。因为饭没有想法了，就没有想法，这心情就不一样。哎，越来越有意思了，两个人就听跳了。就说我很年轻，我听得特别的高兴，因为为什么？我喜欢跳舞，我开心，我快乐，能蹦的就赶紧蹦，能干的就赶紧干，能吃的就去吃，我都希望大家一起跳起来，都像我们一样，有个好身体。